修了看到就跟正常皮肤差不多。哦，我觉得修这个。对啊，你那个修脚你摸到啊？哦，你帮了。他们有些人还是在自己屋里修，那个剪刀剪剪的还是缺缺呀呀的。那个搓手的还。嗯。有些单子大呀，那美工刀修。 稍不注意就容易找不到。这个你本来频率也不高嘛，一两个月才修一次。 喂，我在修指甲，我在弄脚，咋的？12:30吃饭了吗？我在修脚，没得。下一会儿。下一会儿。来。等一下啊。 嗯，他弄饭去了，等一下回下来，等一下会泡起嘛，嘎。